看了吗？我半夜我得起来了，看，看了吗？我帐篷要刮飞了，下午都砸了好多地钉，没不管用啊，风太大了，赶紧再砸两个，太可怕了，哎呀！老八呢？八川，你进来吧。我这拉了帘的，不行。老八上哪了？老八，快点，别动！要不刮飞呀？不会把我也刮飞吧？没事。再给我砸两个，天热了，一点事没有。风太大了，这地钉砸也没用。哎呀，还得再砸。哇，这风！能用的地钉全用上了。哎呀，看这上面还有啥？哎，上面没有啥了。风太大了，这车都没个刮翻。这大风把俩吵的是睡不着啊！哇，这会儿风小一点了，也不小，太难了。昨晚刮了一夜大风，看看，就在这帐篷里全是沙子，哎呀，看全是沙子，怎么刮进来的？我也纳闷了，走起来，做核酸去，赶紧。刚才就听着狗叫、轰鸣声，我才知道，刚一个推土铲从这块推的土，把我进来的路全部封死了。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进是进来了，出不去了。听到推土铲的轰鸣声了吗？再等等吧，再说吧，后面就乌拉山啊。家人们看啊，这块封上了，进是进来了，出不去了。看看今天把车生咬，把车又把这块堵上了。这是进来容易出去难，但是有一点好处，今天没有人打搅了，都封上了。但是他现在把所有路都封上了，肯定是又严重了。先听着吧，后面就是乌拉山啊，变天了，零下15度了，等过两天零下20度，加油吧。这是把我出来的路牢牢的堵死，哎，等咱们再出的时候得用冰工铲，还得开个路，真有才。你堵上我干啥呀？就故意堵我自己吗？这是做完了还是不？今天不做了，每天都一个样子。那天早上6点，昨天是9点，看今天9点来了还没人，这啥情况？这一天天的，昨天晚上风太大太大了，狂风，差点把我帐篷给刮飞，半夜起来又砸了地钉。看看这都好出来了，看。然后吧，今天早晨咱们买了点菜啊，咱们涮个涮锅，辣乎的，热乎的，也没有肉啊，没肉。然后买了点丸子，这么一吃的了。今天一天，明天还一天，咱们就能出发了啊！加油吧，没办法。哎呀，看看后面的乌拉山。哎，这是用不了2天，零下20多度了。